抗日战争开始时，国共合作，中共的军队改编成国军第八路军和新四军。国民政府每个月给八路军70万元，给新四军14万元。中共中央所在地变成国民政府领导下的陕甘宁边区。每年国民政府给陕甘宁边区政府的经费占边区每年经费的大部分，其余部分是在陕甘宁边区征税和收费的收入。根据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前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长陈永发的研究论文《红太阳下的罂粟花：鸦片贸易与延安模式》，在中共1939年的全部税入中，国民政府的携款仍高达89.66%。1940年，中共税入的73.54%也仍然是国民政府的携款。当然，国民政府给八路军和新四军的军费也让中共拿走很多，用于其他目的。1941年1月发生皖南事变以后，国民政府完全停止向八路军、新四军和陕甘宁边区政府发放军饷、物资和经费。原来是靠国民党16万块钱过的嘛，一个月给16万块钱嘛。当时是这个新四军事变之后，就国民党钱都不给了嘛。那个16万块钱就在延安花，我告诉你，根据地都不给，都是延安花，延安5万人呢。尽管李瑞说的军费数字有误，但是说出了一个事实：在皖南事变之前，中国共产党及其八路军和新四军在很大程度上是国民政府供养的。经费停掉之后，中共陷入经济财务危机。当时中共在陕甘宁边区有大约73000人属于脱产的干部和军人，相当于1937年时的5倍，外加要喂养8000匹马，所以总共相当于有9万人要养活，财政压力巨大。1941年11月26日，范元贞在给李瑞的信中抱怨说：“这生活真见鬼，又不是紧张的战斗环境，工作性质是安静的，可是生活上又要求什么都自己动手才能解决问题。”我是在他认真发挥一次脾气，他到底延安啊，想妈妈，完全生活计划，延安的生活不快，拉着延安很苦了。你从重庆他想去从上馆子嘛，延安不行的嘛，每天就吃的是大包，那个真难受的，我告诉你，像我这种我是什么苦都能吃点。他又是想妈妈了，那一次我记得在窑子里面打了饭来说吃不下。他搞了一瓶油罐是吧，那个油啊，就点灯的油啊，是可以正油，我把那一罐油地下一甩，把那一罐油打掉了。我现在骑我自己干嘛呢？发了一个那脾气，在他发了有点影响，对吧？我受不了他那种受不了盐啊，那种苦啊。中共实施了精兵简政，所以就精简机构啊。但康达没了，延安没有康达了，搬走了，康达搬了，女大取消了，毛利学院也取消了，散工早取消了，散工也取消，学校都精简下来了，机关像什么情委、副委，原来有好几十个人的，现在都剩下几个人了，都精简。中共同时开展了大生产运动，声称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后来新四军以后的问题啊，那就搞生产运动了，开放劳动，过去也没劳动过了，我们这些人都没在生，都没有劳动过，这个倒是一种锻炼，应当讲是一种锻炼。开放劳动那一天都在山上了，他那个山北啊，现在我就不太清楚了，他那个山头啊，他乱挖的，撒子是慢撒的。那个小米啊，一亩地啊，大概这大几十斤，大概种子就要10多斤，一亩地啊，慢撒，种子要十多斤，大概最低的就40-50斤，一亩地，产量很产得很，因为它完全靠电吃饭，只是要反复的用的，比方说这个信封是
拆开了翻过来折一遍，再用一遍。而且我爸爸妈妈的那个留下的那个原始的信件，有的就很明显就是纸，一对折，就连糊都不糊的，就是送信的人都可以看到里面的信的内容，就是背面就当信封了，里面就是内容了。那在这个其中1945年的我妈妈的一封信里头，她正好写在延安的一个邮运小报的背后。结果那个邮运小报是什么？是加强组织生产。其中里面有一段就说，南一湾85的川地原计划种美国烟的。我当时的第一反应就是鸦片。那我第一次接触说共产党种鸦片是1993年，我陪我父亲到美国的科罗拉多大学参加中国问题研讨会。那时候有一个台湾的陈永发教授，他的题目就是生存和主义之间，他就谈到共产党讲烟种鸦片。因为当时陈永发教授就说南一湾是种鸦片的一个主要的地段嘛，我觉得哎呀，这个美国烟可能就是鸦片。当时一种被中共称为特产的商品，为中共渡过难关立下了汗马功劳，就是鸦片。鸦片俗称大烟，未经熬制的鸦片被称为烟土，今天这些都可以称为毒品。自从清朝林则徐禁毒以后，鸦片在中国社会里一直声名狼藉。1912年3月，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宣布，清朝发出的禁烟令仍然有效，其后也发布过多个禁烟禁毒的法令。陕西和甘肃两省曾经是中国罂粟种植和鸦片生产的第二大地区，仅次于西南地区的云南、贵州和四川三省。不仅如此，当地吸食鸦片的烟民也非常多。例如1936年12月，中共红军占领延安时，当地居民4841人中吸食大烟的人超过1500人。1937年，瓦窑堡所在的安定县烟民在人口中的比例高达60%。在中共中央进入陕北之前，当地由刘志丹和高岗等人领导的中共红军游击队在自己的控制区域实行严格的禁烟政策。中共中央在陕甘宁边区对私人种植和买卖鸦片以及个人吸食大烟也实施严厉打击，并且于1941年和1942年颁布了多个禁毒法规。1941年底，陕甘宁边区政府专门设立了禁烟督察局，第二年改名禁烟督察处，执行禁烟法规，查禁鸦片及鸦片代用品。例如1942年1月15日，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曾经亲自处理了边区税务总局科员冯维贤和军人郭树华贩藏烟土175两的案件，将他们撤职法办。1942年2月11日，解放日报公布了陕甘宁边区建设厅的宋桂年私自销售鸦片和贪污公款案。但是为了克服国民政府经济封锁造成的经济和财务危机，中共从1941年开始种植和贩卖鸦片。他们说种鸦片吗？种鸦片吗？那是这个李典民的建议嘛，后来的事情嘛，原来没有嘛。李鼎明当时是陕西省米脂县的地方乡绅，与中共合作，被中共称为开明绅士，扶植为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国民政府断绝给中共的经费以后，中共的精兵简政就是采纳李鼎明的提议。在中共内部，一些人当时曾经激烈地反对经营鸦片生意。当时中共掌管经济事务的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内部对于是否种植和贩卖鸦片有过争论。八路军总司令朱德、中共中央秘书长
中共中央军委总政治部主任兼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任弼时和中共中央副秘书长兼中组部副部长李富春赞成，而当时的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副议长谢觉哉和陕甘宁边区保安司令部司令员，后来成为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的高岗强烈反对。1942年初，这三个人还联名给毛泽东写过几封长信，陈述利害，表示宁愿饿死，万万不愿看到边区罂粟遍地。据邓家荣和韩晓慧所著的《南汉陈传》描述，毛泽东告诉陕甘宁边区财政厅长兼边区参议会秘书长南汉陈说，我看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只有三条道，第一条是想法子弄钱弄粮弄到我们所必需的物资，第二条大家散伙，第三条饿死。第二条和第三条路都不好，我想我们大家都不愿意走，那么就只有走第一条道。当然我们要向人民说清楚，要向全体干部说清楚，使大家都了解我们不得不这样做，完全是为了抗日和革命，为了这个目的我们必须牺牲一切，因为没有抗战，不打走鬼子，也就没有人民的一切。南汉陈告诉毛泽东，我们眼下是栈道已毁，只剩下暗渡陈仓一条小路了，不走陈仓小路，我们就得憋死、困死、饿死，除此之外不会有第二种结果。毛泽东反问道，难道我们不会明修栈道暗渡陈仓吗？结果明修栈道就是陕甘宁边区开展大生产运动和党政军一起大规模经商，暗渡陈仓便是大规模种植和贩卖鸦片。2013年7月19日，高龙发表在网易的《红太阳下的罂粟花：1940年代红色边区鸦片经济》一文说，1941年中共下达种植令，辖区农民每户栽种5至10亩鸦片，对外销售，对内禁烟，是中共发展鸦片经济的方针。1942年至1945年，苏联人彼得·弗拉基米洛夫以共产国际驻延安联络员兼塔斯社军事特派员的身份在延安工作，与中共高层接触频繁。弗拉基米洛夫在日记中记载了时任中共中央秘书长、中共中央军委总政治部主任兼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任弼时有关鸦片的说法。任弼时说，毛泽东同志认为种植、加工和出售鸦片不是件太好的事，可是毛泽东同志说，在目前形势下，鸦片要起打先锋的革命的作用，忽视这点就错了。政治局一致支持中共中央主席的看法，政治局已经任命任弼时为鸦片问题专员。弗拉基米洛夫的日记1973年由他的儿子出版，中文版取名为延安日记，尽管后来有人认为这本日记是由于当年中苏矛盾苏联杜撰出来诋毁中共的，但是其中很多内容经过不少中国学者与其他史实交叉比对之后，证明与事实相符，不太可能是无中生有的杜撰，因此可以认定其中对鸦片种植和贩卖的技术反映了历史真实。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前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长陈永发在论文《延安的革命鸦片：毛泽东的秘密武器》中谈到，陕甘宁边区副议长谢觉哉在当年的日记中几次记述了有关中共从事鸦片种植和贸易的情况。例如1945年1月15日的日记记述说，毛说我党犯过两次错误，一是长征时乱拿人民东西，不拿不得活；一是种某物
不种渡不过难关。种某物指的就是种鸦片。中共的创始人之一，后来与中共分道扬镳的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写道，边区政府首先要做的工作就是整理财政及增加收入，以前最主要的收入是从鸦片烟而来，陕北北面的三边一带盛产鸦片。1942年，日本驻汉口总领事田中彦藏向外务大臣东乡茂德报告称，中国共产党在陕北强迫老百姓种植鸦片。1943年12月18日的国民政府档案中，国军第八战区司令长官兼陕甘宁边区总司令朱绍良上将报告了中共当前运销鸦片及强迫人民种植情形。1944年4月4日的国民政府档案中记录了朱绍良另外一次报告，中共在绥德广种鸦片并公开出售。中共在陕甘宁边区和晋绥边区组织农民种植鸦片，种子由中共提供，收成双方分成，但是所有的收成都必须统一由中共按照中共规定的官价收购，禁止农民私自销售和自用。陈永发认为，当年中共种植鸦片的面积有数千亩，甚至接近上万亩。中共1943年的鸦片输出量为31200斤。他还说，国民政府估计1943年中共总共产烟300万两，每两只法币2000元，共值60亿元。鸦片种植面积为5万亩，不过是年一般农民疏少参与，主其事者为军队和政府。南泥湾位于陕甘宁边区南部，曾经人口众多，地区富饶。但是清朝光绪年间镇压回民造反后，导致人口基本灭绝，变成一片森林和荒地。当地人称烂泥洼。1940年6月，中共对这里进行了勘察，并且于1940年年末计划在这里建立农场。在八路军进驻烂泥洼之前，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嫌这个名字不好听。由于朱德是四川人，四川人讲话常常烂南不分，于是朱德把烂字根据谐音改成南字，先改成南泥洼，后来又改成南泥湾。1941年初，中共中央在南泥湾成立了四个农场，分属中共中央秘书处、财经处、组织部和李瑞所属的青年工作委员会。1941年5月，八路军120师359旅奉中共中央的命令进入南泥湾垦荒。同年7月，八路军总部的炮兵团也进驻南泥湾，后来还有其他一些八路军部队进驻。到1942年，南泥湾的农场数量增加到30多个。1942年，中共成立农场管理处，由负责中共中央军委农场的李世俊担任主任。李世俊1932年毕业于北平大学农学院，1937年被国民政府授予少将军衔，负责筹备全国屯垦。同年赴延安投奔中共，第二年加入中共。1941至1943年担任中共中央军委和八路军总司令部南泥湾垦区管理委员会主任、军委总农场厂长。中共建政以后，李世俊曾经担任农业部计划司司长和西南农学院院长兼党委书记。根据中国中央档案馆、陕西省档案馆1994年11月出版的中共中央西北局文件汇集1943年1南泥湾调查记载，在南泥湾屯垦的八路军阶层种地，但中心在种特产，特产指的就是鸦片。根据曾经担任炎黄春秋执行主编的洪振快在炎黄春秋2013年第8期发表的研究文章，
延安时期的特产贸易。据当年受边区政府财政厅委派，专门在陇东专区负责鸦片贸易的梁爱民回忆，1941年11月，我调到了财政厅禁烟督察处，被派往陇东专区，从此开始了商业贸易。为了增加收入支援抗战，我们秘密经营大烟土。我党是严禁吸毒的，经营烟土必须秘密进行。为了方便，我们不叫大烟土，而称其为土货或者特货，后来称作肥皂，论条论块，最后正式定名为土产。洪振快引述的资料来源是1988年出版的《延川文史资料》第三集。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前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长陈永发也在他的研究论文《红太阳下的罂粟花》《鸦片贸易与延安模式》和《延安的革命鸦片：毛泽东的秘密武器》中，用事实和逻辑推理的方式证实，中共延安时期的文件中经常提到的可以当作硬通货使用的肥皂，实际上就是烟土。根据南泥湾调查，1942年南泥湾种地大约 1.5 万亩，八路军屯垦部队种特产向老百姓调剂了几千亩川地。尽管第一年种鸦片由于经验不足而收成不好，但是几千亩地种鸦片收获的价值仍然超过了1万多亩的良田。这份调查列出了一份1942年参加屯田的各部队种地的调查表。洪振快写道，从表中看，土地分成了三种用途：种粮、特产地、菜地。粮地是种粮食，菜地是种菜，特产地是种什么特产呢？其中八团一览，特产地下有用地1000亩，收烟数300两，每亩产量3.3两，即烟地的说明。特产是烟，而每亩产量仅仅3.3两，从中看出，调查表中所谓的烟不是普通的烟草，而是特殊的罂粟。洪振快的文章还说，3000亩川地，只收获不到1300两的特产，成效很差。但若以1942年12月的延安市价来看，这些特产大致值1400担小米。比起种粮所得为多。五，参与种罂粟的有八团：特务团、警卫营、炮兵团，其中除炮兵团以外，其余都属359旅。六，信息来源可靠。八团即718团，其团长为陈宗尧，与材料来源中所说陈团长谈相符。特务团、警卫营的材料来源则是李世俊。李世俊是农业专家，也是农场管理处主任。显然，陈宗尧和李世俊都是开发南泥湾的权威人士，其信息是可靠和可信的。七，炮兵团是八路军总部炮兵团，这意味着其他部队也在南泥湾种了罂粟。洪振快还说，现有资料也显示，延安时期种罂粟的不止359旅，而是相当普遍的现象。对于这一点，一个佐证来自于陕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出版的陕甘宁边区禁毒史料中的一份反映八路军358旅种罂粟卖鸦片的报告。这份报告记载，716团干部说，当年他们的生产计划是每人种田15亩。调查者问，去年25亩多都不够吃半年，今年为什么又少了呢？回答是，有别的补助办法，一即种罂粟。说每人在开荒地的隐蔽地方种5亩大烟，什么问题都解决了。
而在三五八旅团以上干部会讨论生产问题时，716团政委严金生说，如果各团能种点大烟，比开荒强多少倍。60年代的一首红歌《南泥湾》让延安的南泥湾几乎家喻户晓，然而人们并不知道当年它叫烂泥洼，更不知道当年那里不仅种了粮食，而且种了中共不希望人们知道的鸦片。根据国民政府档案1942年7月21日的记录，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傅作义报告，中共以种鸦片筹饷为由拒绝国军派队巡查。1942年夏天，国民政府陕西省当局发现中共在陕甘宁边区大量采收鸦片，马上向毛泽东发出公函，要求根据法令禁烟。1943年4月，国民政府内政部组织了一个陕豫甘宁绥区禁毒检查团，准备赴陕甘宁边区考察禁毒事宜，结果中共方面通通拒绝外界派团进入陕甘宁边区调查。与此同时，1943年初，陕甘宁边区财政厅将禁烟督察处与贸易局合并，成立物资局，而物资局下属的西北土产公司专门负责买卖鸦片。禁烟督察处处长由物资局局长叶继壮兼任，禁烟督察处负责在陕北严禁吸食和私自贩卖鸦片，土产公司则继续对鸦片统购统销，从事鸦片贸易。不过到了1944年，根据弗拉基米洛夫的延安日记记载，中共为了得到美国的支持，积极邀请美国使团访问延安。4月28日这天的日记有这样的内容：外国记者即将来访，毛看到机会来了，想借此同反法西斯同盟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建立正式关系。他推想记者们会造舆论，而政界人士就会着手认真办事，不料中共领导在这件事情上遇到困难了，大片土地都种上了罂粟，这是件十分令人不愉快的丢脸的事情，怎么能掩盖得了呢？著名的三五九旅被派往该旅驻地通往延安及其冬季营地的道路两旁去铲除罂粟。为了避免外界知道中共种植鸦片，从1943年开始，中共开始在陕甘宁边区减少鸦片种植，到1944年4月下旬，在南泥湾的三五九旅等部队开始铲除鸦片田，等到1944年6月到9月，中外记者团进入陕甘宁边区访问时，他们没有看到任何种植鸦片的迹象。结果一些外国记者，包括美国记者，大赞中共的大生产运动、自力更生精神。此时中共已经把鸦片的种植改在八路军120师控制的晋绥地区，然后通过陕甘宁边区向国统区贩卖，因为当时的国统区禁止鸦片，鸦片市场很大，价格较高，而日本占领区并不禁止种植和吸食鸦片。据弗拉基米洛夫的延安日记记载，鸦片的事情就是说，罂粟的种植与加工大部分将由部队来做管，贺龙的120师所在地是最主要的提供鸦片的地区，这个师已长期做这项生意。根据中共公营的土产公司的统计，1943年有60%以上的鸦片来自贺龙率领的八路军120师控制的晋绥边区。陈永发的《红太阳下的罂粟花：鸦片贸易与延安模式》一文也佐证了这一点。文章说，关于1942年中共广植鸦片一事，国民政府认为情报比较确实。据是年七月《西安晚报》报道，在晋绥根据地种植鸦片的县份有河曲、保德、偏关、神池、宁武、五寨、平鲁、朔县、
可兰等九处，在陕北则分布更广，除交通要道和接近国民政府地区之外都有种植。高龙的《红太阳下的罂粟花》1940年代红色边区鸦片经济一本还记述，1945年至1953年在中共根据地晋绥边区一个文工团工作的山西省忻州市退休干部王思聪，当年亲眼见证了晋绥边区种植鸦片和收割鸦片的情形。当时的王思聪只有12岁，他说晋绥边区种鸦片可以追溯到1942年，当时阎锡山日本人封锁边区，外边的物资供应进不来，通过种鸦片这种办法解决棉布、棉花物资等经济问题。他1947年在晋绥边区的首府兴县的大川里面看到过大片罂粟，他记得那里种过一年的鸦片。他回忆说，当时有规定政策，每户允许种多少鸦片。高龙在这篇文章里还说，阎锡山是实行禁烟政策的，提倡烟、赌、脏、欺的自治禁绝。阎伯川先生言论极要，为中共鸦片贸易提供了佐证。治鸦片一物，禁种我省已经禁绝，禁吸实未除根，而邻省则因有土匪之故，大众而特众，现款之输出该省者尤为不可生计。1942年7月28日的国民政府档案记录，国民党中央执委会秘书处下属的中央文化驿站榆林分站主任王廷岭报告，共党在晋西北广种鸦片情形。高龙在他的文章中表示，根据现有资料综合判断，陕甘宁边区种植鸦片是从1942年至1944年，而晋绥边区种植鸦片时间要长很多，大约从1942年到1948年。当然，在中共历史上，种鸦片的地区不止于陕甘宁边区和晋绥边区，时间也超出了抗战时期。在抗战以后的内战期间，中共曾经在东北大量种植罂粟。洪振快的研究文章《延安时期的特产贸易》说，1947年在东北行政委员会辽东办事处工作的王锡富，当时的工作任务是确定每亩烟的生产产量，收割后再复查是否达到预定的数量。王锡富说，为支援前线，1947年东北行政委员会在临江、长白、扶松、蒙江、今为靖榆等四县大量播种罂粟，直接由原兴商店经营管理，由总店负责组织领导，总店下设4个分店，每县设1分店。当时总店经理由辽宁省公安局秘书长孙敬之兼任。文中还说，1947年播种后的大烟长势良好，文中也点名种大烟的多为个体烟户，也有机关和部队参加生产。我爸爸从来没有跟我说过烟种鸦片的事情。从我爸爸那个角度我来分析呢，他们是比较很自然的，为达目的不择手段，所以种鸦片这是他们渡过难关的一个必然的手段，否则他没有办法，他生存不下去。所以对于他种鸦片来说，他觉得这个是个生存之道。在下一集的节目里，我们将讲述中共如何贩卖和使用鸦片的情况。Yeah.